步都會區，如果你睇個面積嚟講咧，佢真正增加咗嘅發展面積就係600公頃嘅啫，處理緊係接近800公頃嘅填海。咁你見無論喺個填海嘅質量，無論喺個價格，我哋完全係處理得到嘅。如果用20年嘅光景咧，香港有能力投放大約係二萬至24000億元喺我哋嘅基本工程設計。